走，去，快走，快点儿。那你在这吧，我走了啊，我走了啊。又不走吧？走不走？走。呀，看见电车，他就一直跟着人家。我拉他走了，他就不走了。走。走。去，快走。快点儿。那你在这吧，我走了啊。我走了啊。走，走不走？我走了，走走走走。就这么灵。一骑电车你就走了是吧？他得上那边去吧。就是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，慢点走，慢点，慢点跑。慢点，一骑电动车这是飞的跟啥似的。快走，快走，走走走走，走啊！哎，能不能慢点？又趴这儿了。现在一撒开它，它立马就跑远了。带绳这不行，带绳子有点露水，一会儿能弄脏了。现在要是如果撒绳子，立马就跑了。这家伙为什么不撒绳子，一直拿着牵引绳牵着他呢？这家伙现在学会的是看见羊也撵，也撵人家；这个看见鸡也给人家撵了。所以说，必须得让他习惯带这牵引绳。还新学会的，这电动车不动，他不动。嗯，就跟着电动车跑。走不走？一会儿走一会儿不走，你看刚才走的多好，带着绳。这是越大这心眼越多。嗯啊，走了，慢一点，快点。又不走啦？卡住了。哎呀，你得往上。走吧走吧走吧，带着绳走吧。到家了就没事了，弄点水。他把水弄洒了，他趴到水上了。累了是不是？还是热了？啊，这儿，进去，进去玩，进去玩，来。真聪明，这家伙。嗯。鬼精鬼精的啊。搂住一点儿，嗯，好，嗯，好，大，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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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奖励你了。转一个，转圈。握手，握手，坐，坐，左米，坐，坐，握手，打口，那手，那个手，哎，累了，累了。看这舌头都红了。嗯，行了。已经累了，太累了，这是。再咬一会儿啊。还就是不松嘴儿。大家也看到了啊，这个多米这个适应力啊非常强，咬合力也不错。一开始带那牵引绳的时候，在家里边，就跟没带差不多吧，就那个意思。它不像那个这个艾米那时候第一次带牵引绳，在那乱蹦乱跳，在那一块儿，它倒没事，它适应的挺快，任何事物它感觉都挺快。然后咬个绳子，咬个这个布，就是所有东西吧，能发出那种狠劲儿来。你一摸它，它就呜呜的，它也不害怕你。我刚才特意的，就那种那个喊了一声，摄影师都害怕了，但是它一点事没有，它都没松口。哎，你又开始调皮了是不是？过来，过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下，不用你给我握手。嗯，来了，趴着，趴，趴下，趴下，对，好，休息一会儿啊，看看那小性格，漂亮不漂亮啊？好了，今天不能再让它锻炼了。这天气啊，一个比较热，现在是越来越热，已经慢慢的气温升上来了，所以说你看看它一直这舌头。伸出来之后就一直没有回去过，还是让他去个凉快的地方，让他待着吧，别让他给中暑了，中暑了就不好办了。东明，实际他的兴奋度现在还有，看见没？嗯，还想着玩呢。东明，来。